震惊现实批，现实批震惊。大家好，我是彭文正，我是李金日。复兴航空从台北飞金门的飞机在今天上午擦撞了这个南洋大桥，结果坠机在基隆河。目前呢，我们会陆续在荧光幕上提供您最新的消息，我们会用插播的方式来告诉您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是有好消息，我们希望机上受伤的乘客都能够平安。我们现在要带您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最新发展哦。今天的这个坠机事件，目前所了解到应该是有两个陆客团也在其中，那么有53名乘客。其中有31名应该是陆客团的成员。民航局证实，这个复兴起飞2分钟之后，大约就已经开始求救了。而资深机师也研判，可能是引擎失效，为了要避开房子，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惨剧。而目前柯P也坐镇在大本营当中。我们会用跑马的方式跟插播的方式，把最新消息告诉您，请锁定正经现实P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大家所关心的话题。那么害得每个呢人都吃下了黑心油，几乎是无一幸免的魏应冲，在审判长吴永良的裁定下，以3亿元交保。刘成武检察官痛批魏应冲的这个不法所得超过了38亿，却只要付3亿的交保金，这是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的。好，再加上这个杂志估计魏家资产有68亿美金，就是2000亿台币，这3亿元真的能够阻止他弃保逃亡30年的刑期吗？好的，谈到马英九的电子大亨政治现金案，越来越多人出来爆料，特侦组一一约谈证人，至少约了15个人以上。那么一向有总统禁卫军之称的特侦组，这次到底真的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？刘文雄刚从特侦组出来，我们要问他，特侦组最近会不会进总统府约谈马英九？而连胜文不是选完了吗？连家财产来。怎么又变成了新闻话题？而且这次还是国际的话题。这是中国胡润富豪排行榜，估计了连家财产310亿，是台湾第一位进入全球富豪排行榜的政治人物。好，连战办公室主任丁远超他回答说，什么310亿？这是第一次听到。好，谢金河也说，这是台湾奇迹。好，另外说到不义之财，这柯P说，日盛生吃最凶，而赵腾雄良心被狗吃。好，这是我听过政治人物说过最白话的白话文。胡适地下有知，当万分欣慰。好，还有我们独家揭露即将出刊的新新闻，婉君最希望谁选2016？我们稍后会告诉您。我们先来看看柯P是怎么说这用刀叉吃人肉的台湾政商关系。这次有5大弊案、4大财团嘛，谁吃是否吃的最凶？上假熊熊，你干嘛上假熊熊？日盛生啊，你干嘛日盛生假熊熊哦？是最大的。最难处理，因为案子太多了。你说日盛生最难处理啊？因为案子太多了，错综复杂。什么金站啊？什么对不对？知道的，南港啊，美和市啊，一大堆，所以错综复杂。像远雄就一个案子嘛，宋燕就一个案子，这比较简单嘛，你看得到。你觉得远雄比较简单吗？不，远雄是大，但是它就是那个一个案子而已啊。日盛生是规拖规背的。哦，时间又久又长，哦，牵涉比较广，比较复杂的。所以日盛生是假期户熊贼，买熊开处理耶。太复杂，太复杂了，而且案子又多，一个人做好几个案子，所以就不晓得怎么算的。没有，不急的，不急，一样一样来。我们还是一个态度，我们是用善后的态度，尽量看能不能用。哦，那那不要把良心都不见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能够什么善后。我感觉这个案子真的实在是头很痛，头很痛。我感觉这个良心又高咖去，真的。你讲赵腾雄良心又高咖去，不是跟他赵腾雄，包括那些。没啦，我讲有些东西你不要跟我讲，没。他还振振有词啊，这15分钟啊可以疏散7500人呢、啊。我们算过流量多少，我说我知道。啊、但是在紧急时候嘞。对，就是啊，有推挤有什么？对啊，那些来宾出现节政节嘞。对啊，就是不可能嘛。他说紧急的时候是不可能嘛，还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有时候我说你们不要跟我讲那个似是而非的，哦，我们用 common sense， 啊、哦，说 common sense 就觉得怪怪。我想是这样的，我们尽量善后了，尽量善后。那柯文哲的 common sense 这一下可能要让很多人会变得完全没有 sense， 接下来很多人准备跑路。所以呢，有人要彪彪他，这个人听说查出来是天道盟的人。姚老师，这样下去，柯P是不是有一点危险？这个不能排除的哈，所以应该好多人，包括他的家人，甚至他的应该是父母亲，都应该提醒过他，你这个时候不要懒了。
不要懒一下，该穿的还是要穿，边上的人一定要带，因为他这个人喜欢啊，这个临时一个人野生就出来了，让大家比较担心嘛。他有的时候在楼上这样呼噜呼噜就下去，他也不跟谁讲，那个警卫跟冲出来跟他，就那么一位先生的话，的确有的时候不好嘛哈。虽然我们不见得像纽约，早期有一个市长因为要整顿，所以他有非常严密的像总统规格一样的安全措施哈。可是我们台湾因为没有那么，有人说了没有那么危险嘛，因为我们枪支那些都还没有合法化嘛，可是也不要轻忽了，也不要轻忽。为什么？因为压力越来越大了，当一个人那个嘴边的肉都已经吃进去了，你硬生生叫他吐出来好，有的时候狗急会跳墙，是啊，所以这个是人性，所以不能轻忽。有的时候我就每次想到这里，我就不能够不讲前朝，因为他讲前朝，我们刚才讲说是为了要让以后不要犯同样的错嘛。对。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能不讲。你看那个日盛生那个案子，他刚刚讲那个复杂到了，我光讲一点，你们会跟我一样的生气。11月29号确定政党轮替，至少对不对啊？对，国民党没有继续执政嘛。11月29，12月25号交接不是吗？对，日式生那个美和案呢、居然12月19号交付仲裁。对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那个时候正好是新旧政府正在办交接，理论上不可以签的，不能签的。而且你一签以后，现在的政府不有法律上你交付了，你不能自己，否则的话你对于那个违约解决机制啊，契约解决机制、争端解决机制就会将来在诉讼上不利嘛。所以科比只好忍痛就去接受，也就是叫诉讼沉寂嘛，就是前朝怎么做，我只好沉寂下，就像现在朱立伦沉寂王金平那个案子，他必须要沉寂嘛。是。可是这一沉寂以后，你这个案子就拖在那个地方又拖了，因为这个仲裁多久？半年。等到仲裁完毕，我才能对他下手嘛。半年，然后现在延一次3个月。所以了嘛，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说为什么难搞呢？为什么那个可以在6天交接去办这个事？你这个不是这6天折成6个月、9个月呀？对。这对市民不能交代嘛？你说后面没有什么政商之间的默契，我是个人觉得，我觉得这不合常理嘛，这就是 common sense， 你刚刚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杨老师，今天的一周刊我们看到马市府图利远凶文件全曝光，哎，这里面谈到李树德的一约放水，谈到了叶世文，公安也在护航。其实我们看到内页里面，我们让导播带我们来看一下，其实在今天的一周刊里面写得非常的详细，而且他把很多的公文真的都曝光了，里面包括什么呢？叶世文在哪里放水？好，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李树德放水的部分，本来是开始营运前，怎么变成开始营运后呢？在叶世文放水的部分是防火避难的审查上有放水。如果我们看下一章的话，好，为什么呢？看到有郝龙斌放水的部分是2度同意哦，这个远雄在展延攻击，所以环团说郝龙斌也放水。那么接下来看到这个商场大于体育馆，而且呢这个容放的人数其实是超过11万人呢。杨老师，现在我们所知道最新的数字竟然是11万人呢。然后让柯P沦为被告，这次可好笑了，因为都审跟建造都还在诉讼当中，因为他现在上他这个被一个因为市政府被告，他的柯P也这个案子也就要沉寂，他就变被告，否则说跟柯P没关系，他只代表市政府，因为市政府被告说那个案子根本不能够这样同意嘛。你想想看，我讲一个安全这么重要，人命关天呢，你知道那个消防谁通过的？就是现在被囚刑61年的这位先生呢，就是拿远雄钱的这位先生呢，是为了那个案子。那你想想看，他那个案子会拿钱？你说这个案子，他这种消防过关就是耶稣，他能够不，他不放水吗？如果消防放水，有一天4万人进去，4万人出来，出事他负责吗？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真的把那个公共工程把人命当儿戏啊！所以朱刊虽然讲这些，我
我也讲过了，你说那个违约保证金，这最有这李树这个是李树德，对，他今天居然还回说这是委员决定的。我跟你讲，以后那些具体的解密完了以后，有些公文要出来啊，他们就难辩驳了。他们现在还改，他们以为因为什么？他们所有把这些违约改完了以后啊，他还加个机密，现在不准后面的人公布。对。现在慢慢的这个机密要解了啊，一定要解，因为你们一定要盯着这个解掉。对。对，解完以后你就知道李树德怎么样的独排众议，去把所有那些约该根本不合理的 common sense 不能接受，他照样能接受。履约保证金原来八亿，嗯，这八亿很正常，算出来他有一套公式。他一个人就把他这样改成3亿，嗯，三亿的意思就是说以二分之一还少，三亿不算呢。他还居然同意直接在约里面改掉，说只要启用开始就把2亿还给人家，就会说剩1亿，嗯，八亿变1亿，哎，这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？1亿怎么叫威胁人家履约呢？对，1亿就算人家违约了，我这1亿没收了，他也无所谓了嘛。所以就不要讲，那更不要讲那2个了。这个是他叫商场，嗯，这个叫做巨蛋球场，对，球场，他赔钱，原来规定他要垫的，对，他要支撑他的，结果现在后来第一次改成不要支撑，各搞各的，嗯，现在改成他要支持他，这就厉害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他赚钱，他做账也把他做成赔钱啊。对，没有错啊，这就是商人玩的把戏。所以这个概念，我跟你讲，这种约不要讲了，一个这样讲下去，大家会生气，因为39个都被纠正了嘛。现在39项，在39项吧，就三九个条文嘛啊。那你22+2愿意改掉，那剩下的呢？就剩下这些十几条，还是要慢慢谈，是一谈一谈。所以我们也不要，当然我们也给科比一点时间，我并不是在维护他了，我一定会盯着他了，嗯，因为像这样子的不公平的东西哈，民众不知道罢了，知道了你如果不改，科比就有责了。对，那他现在已经确定那个方向，说其实难是难在那个就是我们先不要管那个事，因为他已经在跑了嘛，嗯，可是这些还好，大巨蛋至少还有一两关行政机关可以掐脖子的。第一个叫验收，对，啊，等等的那些东西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行政手段，还有行政手段还可以掐脖子，所以他会低头来谈。可是你也晓得，他们这些人能吐一毛的，他就不要吐两毛，他就跟你熬嘛。对，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要一直要施加压力给远雄。还有展延的恭喜。这那个展延恭喜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以为说你反正明年年底嘛。那没有，还没有同意啊。这不能同意。